52岁嘅90年代女神钟丽缇系1993年国际华裔小姐冠军，如今钟丽缇已经系三个女女嘅妈妈，其中14岁嘅二女 Jaden 都似妈妈一样咁靓。上年佢搞庆新宴，席间出现一位望落同龄嘅神秘男生，令人猜测系唔系 Jaden 嘅男友。而 Jaden 近日被发现喺社交网放裤。他发文表示鞋细做隻猫冇烦恼，不少网友都留言安慰，并且问他发生咩事。冇几耐之后 Jaden 回复网友澄清只是受到些少情绪困扰，话最近就是有啲唔开心啦，多谢你哋好咗好多。而网上有传他在学校受到爸爸妈妈婚姻影响，先导致有情绪困扰。